欢迎回来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二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次契约的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打这个美洲野人的盛宴了。好哦，这个是非常刺激也好玩的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吧。好，我们的上面一二三怎么就这样进的呢？啊，那我来试你啊，好不好？可能寿命应该是挂机吧，好吧，那我们等下送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达到是差不多最后了，那这个野洲美人求助了。好，那这个美洲美人求助就叫了两个大佬来了，好喽，叫了两个大佬来就完蛋了，这样。好，先打这个大佬先吧。哇、哦，好多大佬啊！哇，我被撞一次，哎呦我的妈！哦，走着。好，开这个防御的跟你打过哦，不乱四通。好，哎呦，两个大佬一定要先打掉那个弱的先哦。哦，哎呦，幸好有这个坦克哦。有什么东西打我们这样痛？哦，小心哦。哦，惨了你们。好，是。哦。哦，这炸弹哦，哇，炸弹很痛，哦，应该是死了，哦，还有谁滴血哦，我的妈呀，这样怎么打呢？要补血一下，不要补啊，不用补啊，先试掉那个东西先。好，我先去吧，不用救我吧。哦，这样子用这个跑快点吧。好，哦。快！可以吗？哦，是吧？哦，好，可以。哎呦，还有吗？为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个在那边。还有这么高啊？怎么死呢？好，可以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在上面。哎呦，好紧张哦。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个在那边，看到了，赶快！哦，十八号。好，哇，还有这么多啊！哇，我的妈呀，到底有多少个？那个太远了吧？哈哈哈，这没有来得及吗？为什么这样多？太远了吧，这个太远了吧？好，哦，好，先试掉这个。哦，可以吗？哦耶，成功了！好，走人了，赶快走人哦！哦，好，我们的 KC 六，哦，炸弹，哦，那个炸弹很讨厌。你们走吧，你们走路比较快。哦，小心，哦，小心被撞哦！哦，被撞了！哇哦，不用怕，有格挡。烧死他们！好，哦，烧死了！哇，我被撞出去了！我的妈！进来先！撞人了，一定要先试死他哦！哎呦，他一直要撞你们出去，很讨厌！喷他！哦，还有一秒，先进来先吧！哦，可以了，没事就可以了。哦，哎呦，我被，起来吧，反正都要死了。好，先是人，哦，很多人哦，哦，小心，救人，可以记起来吗？哦，为什么不早点起来呢？哎呀，这个关头要自己起来哦，哇，打到我自己，好，超级。乱系统，好，跟他死过。哎呦，开那个格挡了先。哦，赶快，还有点血发了。哦，哎呦，我们三个一起死，好吧？这个失败是真的是有点可惜了，好吧？真的是太难了。好，来那个补血的一定要抓着那个补尸哦。
那个捕食跟那个坦克一定要是抓准那个时间，好吧？我们真的是死到这是太难看了，好吧？可能我们下一回合吧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击败这个疯狂模式的美洲野人了。好，首先这里呢，老师要向大家说一声十分的抱歉，尤其是我们123，因为那个影片有点故障啊。好吧，影片是有故障，所以是有问题了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老师再做到一个短短的影片呢，说一声，那这个疯狂模式呢，会有给什么东西呢？好，那首先我们就要看这个豌豆啦。好，就是这个外观。好，外观，那之前普通的这个美洲野人呢，就会送这个美洲野人之帽啦，已经是非常的可爱了。好，那当大家是过了这个疯狂模式呢，你看吗？彩虹颜色的哦，哇哦，绝甲美洲野人之帽哦。好，那打这个疯狂模式呢，就会得到这个帽子啦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是喜欢挑战这个疯狂模式，得到这个绝甲美洲野人之帽呢，就要打这个疯狂模式啦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我们也是打得很刺激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也祝大家狩猎成功啊，应该击败成功吧。好，击败这个美洲野人就会得到这个帽子的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结束这一集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好，现在我们又再一次挑战这个史诗美洲野人。好，这只也是一样，和 KC Lim、索米尔三还有这个。外人是 Eforno 456的哦。好，我们已经打到差不多很厚了。好，我们第二次看可以再次破关吗？哦，那个直接飞过去，我怎么去救你啊？哇，你跑！哦哟，救人救人救人！赶快啊，赶快啊，帮我试一下这个。哦，我掉下去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我们来送，救人救人救人，送我来了。OK 了，哦，我被敲了，我们被敲了，撕掉这个先吧，撕掉这个先吧。OK 了，哦，开发补血，还有哪里呢 ？OK 了 ，OK 了，好，我们跟着这个 KC Lim 吧。好，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还有吗？好，哇，还有这么多、啊。还有这里，哦，很高，好，可以了，呜、哦，还有这么多，呜、哦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补血，补血，还有哪里？哦，还有最后一个在那边，哦，很高，很高，哦，美洲野人刺汉堡包失败了，哦，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破关吗？好，哦，好吧，好吧，我这确定是在这个地方。哦，果然哦，好，哇哦，先开一个开花补血的先吧。啊，开花补血的爆掉了，完蛋了，好惨啊，这样子就，哦，我直接就被撞出去了，哦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哎呦，好乱好乱好乱，补血补血，好，我们的 KC 的米粒要满血就是了，小心哦。哦，好，我们成功了，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好，哦，闪着闪着闪着，开个花盆在这边。好，哦，我们的 KC 呢飞上去了。哦，哇，你们怎么在那边呢、啊？哦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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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补血先。好，我的责任就是看着你们。好，兵士上吧，好吧，然后直接后面补足你们。好，你们试吧，你们试吧。哦，你们太火力了。好 ，KC 的花盆在这边哦，我们的 KC Lim， 好，一定要看这 KC Lim 哦。哦，我跟着，哦，我救你起来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哦，走了，走了，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哎，好，开花补血。好，你可以自己补，不用我补吧？上面的菜，KC Lim， 哇 ，KC Lim 打了，救人，
居然没找到啊！哎呀，我慢了一步，哎呦，我被打了，哎呦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惨了，我的复活饼不多，有人可以帮忙一下吗？我起来吧，剩下就一个，好，赶快救人，走人，我们的 GC 力，我还有是零血，一零血。哈哈哈！哎呦，我还有一个，我用下去就变零了，不行了，我们那个 Inferno 1450应该这个时候要一起吧？哎呦，我们的 Inferno， 好吧，毕竟是一个外人吧，哈，可能是玩的方式是不一样。好，那现在等老师再复活一下，还有 Storm 123也是复活。好 ，KG Lim 已经是撑了很久，好，我先复活再看看。好，那我复活在哪里呢？我这么远，好吧，我来这，撑着。好，我们跟着 KC Lim 就是了。好，KC Lim 走到哪里去呢？哦，这边。哦，我后面肯定是。好 ，KC Lim 这边。补血。哦，好，补血要跟着你了。好，哇、哦，跟着你好辛苦。好，是吧，不用怕。好，兵士们上吧！哦，救人，我救，不用你救。好耶， yeah， 救人是我的责任。好，打手就是打手。哦，开花不开个花盆呢、啊？为什么按？哦，哎，不要怕，我救你起来。哦，走人哦！哎呦，一条好汉。哦，快点哦！好，我补一个 KC Lim 就可以了。好，上面一二三是因为它可以补血的自己。好，呜、哦，小心哦，你们跑不快。耶、yeah ，我们成功了，可以看到吗？耶、yeah ，我们再次成功。耶、yeah ，好吧。哦，好，那这次因为那个帽子已经拿了。好，那这次再跟大家喂、又有一个 哦，白银美洲野人之帽哦，哇哦。好，他还有其他的帽子的哦，好，那个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我打这个困难模式，疯狂模式就拿到新的。好啦，宋跟我说这次有录到吗？啊，有了，这个很明显我们有录到。好，那之前呢老师的影片有故障，所以我们又再次玩多一次了。好，那这次的这个疯狂模式就这样结束的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就结束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